小猪佩奇的爸爸猪爸爸在户外捡到了一个黄色的魔法棒，正在这时巫婆小猪飞过，用他的黑暗魔法将魔法棒变成了一个巨型的魔法棒。猪爸爸根本就带不动这个魔法棒，幸亏这时汪汪队立大功的莱德经过，帮他将魔法棒抬回家。小猪佩奇用他的魔法棒将这个巨型的魔法棒变回了原样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来画这幅简笔画吧。这幅画主要是由粉色、玫红色、青色、蓝色、深红色、浅黄色、深棕色、浅棕色、红色、墨蓝色、灰色、黑色和白色构成的。好了，那我们一起给这幅画涂上漂亮的颜色吧。